群山列队，自江河奔腾。坦克第一方队由驻守在太行山下的某红军团编成，该团在35周年阅兵时为摩托化方队，50周年阅兵时为机械化步兵战车方队。此次阅兵换装为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第3代99式坦克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正是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生动缩影。